坚持简洁纯净的设计其实是极具挑战的。创意与灵感源自于观察，透过双手勾勒每个细节，极致、简约、纯净是我们不变的初心。舒适的空间与细致的体贴，这是我们希望Wenjie M7为您留下的印象。回家的旅途，追梦的旅程，都有我们相伴。舒展的腰线与光影表现沉稳舒适感受，汲取自然的色彩，晨曦的玉里金，松林的一抹绿，映照世界的颜色，大面积的开阔视野，让每一位乘客将美景尽收眼底。我们追求由内而外的统一协调，用美学和机能的平衡体现以人为核心的价值观。空间不止大，贵于精。精心打造的 AITO 零重力座椅，纳帕真皮与全车包覆的柔软质感，营造置身太空的漂浮感，减少舟车劳顿的疲劳，让舒适永不落空。车不单是交通工具，也是沟通世界的桥梁。位于视觉中心的车机是人车交互的核心，更是触摸数字世界的窗口，为全车每位乘客考量最佳的体验。不单驾驶，每位成员都应该享受直觉自然的乘坐体验。反复推敲，成就诚意作品。Wenjie M7承载着梦想的空间，每一处细节体现舒适、安全、可靠。让我们都能体验到世界的辽阔，突破更多的想象，通向更远的地方，感受智慧出行的美好。